Chad.一次得到的是最佳才艺奖，一次看见你有一颗愿意的心，在团契生活中有很大的改变跟成长，无论在戏剧或音乐上都能带来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。恭喜你即将迈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，荣升为社区的一员，也祝福你继续浇灌心中的地图，结出属神丰盛的果子。最佳才艺奖，好，气场最活力青年，活力四射奖，台号是最佳活力青年奖，很棒，非常好。OK， 佩瑜努力不懈奖，不懈奖，大学期间专注于专长练习，在大小赛事上获得美好佳绩。恭喜你在努力中得到甜美果实，也祝福你毕业后有明亮的前程。你的存在如同荆棘中的百合花，在艰难中绽放生命的美丽。愿你一生随主的脚步稳行到处，欢迎你，你不用入场券就可以进来。努力不懈奖，感谢。好，谢谢。